汪小菲终于放下对大 S 的炮火，日前来台跟家人相聚，公开帮小月儿庆生的影片。今天是我月儿的生日，我丈母娘。影片中也透露他跟 S 妈相处得非常融洽，最近他开直播心情看起来很不错，被问到为什么还叫 S 妈丈母娘，汪小菲则说是为了孩子，还说因为现在不用隔离了，以后可能两周飞一次台湾陪家人，所以又开始了以前的那种生活，就是可能每两个礼拜就飞一趟，每两周飞一趟，大概两周去一次，飞一飞呗，现在也简单了，也不用口罩了。在直播期间对网友的发问是来者不拒，有网友笑他是恋爱脑，他不但没生气还笑着承认我是恋爱脑，孩子还对小玉儿恋爱脑，分享了来台湾陪孩子的温馨过程，让大家看到汪小菲好爸爸的一面，不过有人亏他又把自己哄好了，感觉今天没有喝哦，也有网友拱他跟大 S 复婚，还说如果复婚一定支持啊，跑得勤一点说不定可以把大 S 追回来，只能说网友都太有想法了，但有想过光头的感受吗？